来看看范正老师区别于其他画家的目标。这个十个画家呢，各有自己的风格和特长不一样。你比如讲柯染先生，厚重、富饱食、潇洒、黄正、豪放；齐白石，古拙、徐悲鸿、洗练。我想我和他们稍许有一点区别的，就是我更接近中国传统的文人画，回归的更加彻底一点。这一点呢，我是也是作为自己啊，之所以要区别其他画家的一个目标。点个关注呗。